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 FinIR 的这个内容。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数据的下载和这个模型的建立，最后我们讲讲怎么把这两个这个东西综合应用起来。综合应用起来呢，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建的模型肯定有多个，比如说这个这里啊用 BTC 的这个 CZXT 的模型，还有它这个原始的一些这个就是多个这个货币交易的这个模型，后来我还想做一个这个就是用 Optune 去优化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模型的这个东西，但这个没有时装完成，就是但是现在这个基本的这个是做了以后呢，我们看看就是怎么由一个这个 crypto to all 这个class 把这个前面的这些东西给统合起来，包括给那个数据下来统合起来这样一个东西。我看这个前面方已经看了一些，但是讲的不是很完整，所以我们今天完整的给大家讲一讲这个 crypto to all 这样的一个 class 的这个建立。这个东西呢，就是把各种这个，就是说要用的模型啊，用的这个算法呀，然后还有数据下载给统合起来，然后我们也定了这些气体的变量，定了这个就是这个各种参数指标，因为这个数据清洗完了以后要往这个数据里面添加这些指标的计算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它这个里面模型里面，就是我们前面也给大家讲过，就是这个强化学习的模型有三种，有 Ray 和 Ingo 和这个 Stable Baseline 3，算法有 A2C PPO 这样一些，然后我们那个像这个 Ingo 的话，它的一些参数是这么定义的，我们那个 Ray 的话这参数是这么定义的，然后我们这个 Ingo 和Ray 的话实际上是没有跑通，我们就把它去掉了。Ingo 的话其实可能也可以跑，但是我觉得可能应该不一定比这个 Stable Baseline 3好吧，所以我还是用的是 Stable Baseline 3的一些参数。关于 Stable Baseline 3的话，它的一些参数的话，根据它是分开表述的，就是不同的算法用不同的参数，就是 A2C， 这是 A2C 的参数，这是 DDPG 的参数，这是 TD3 的参数， SEC 的参数， DQN 的参数，每个都不一样。所以我看 Ingo 的话它就是一个参数，所以我也感觉就是它对不同的算法，那它怎么能够区分这些东西呢，我就有点怀疑，所以我就没有去用这个东西。也许它很厉害，但是我们这个先用这个 A2C 给它，先用 Stable Baseline 3的这些或者某一个算法给它跑通，然后后续再用其他的一些这个参数去试，然后这个里面也是一样，就是这个做了一个 crypto all 这样的例子，这个就是整个函数，这个运行，crypto all， 然后这个它也有结构函数，我们这里面采用这个结构函数里面呢，就是给它指定这个，叫 feature， 这个 FL 这个 model 呢，就是这个使用的这个，就是模型的名字，模型的名字。然后我们定义了几个函数呢？定义一个训练函数，一个这个测试函数。训练函数的这个过程，刚才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就是基本上是先下载数据，对吧？清洗数据，然后这个给数据加指标，然后加这个乱流指数，加这个恐惧指数。然后最后把这个数据分成我们计算要用的这些，各个数组，是吧？然后我们，根据这个传过来的这个参数，这个叫就是这 FL 的话，我是用的是这个 financial learning 这种缩写，就是用了哪个模型的话。就前面我们讲的有 Marucci 的模型，有这个 Advanced 的模型。我们现在是这个 Marucci 的模型是原来他们那个原来这个这些开源软件里面做的，后来我做的是 Advanced 的这个模型，然后把这个参数传进去，对吧？
然后穿进去以后，它基本的这个训练过程呢，训练过程就跟这个具体的我们刚才说的用哪个库有关系。你要是用了这个 Ingo 这个库的话，Elegant 这个库的话，就用它的这个库去训练。然后 Stable Baseline 3，我们现在是用的是这个 Stable Baseline 3的这个库，这个库用调它的这个训练方法。它这个训练方法，也就是说生成这个 agent，然后去取得一个，去，这不是取模型啊，就是生成模型，然后调这个模型的训练，最后把这个模型保存到这个文件里面。保存到文件里面，其实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这种形态，这种形态就是这个一个 model 的这个目录，这样的一个保存这样的一个模型。就是这个是训练这一步，然后测试这一步呢，我们再把这个模型给落在进来。但首先测试的话，你要下载测试的数据，这跟前面的这个训练的时候过程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训练测试的这个模型的话，评价或者叫评价这个模型的这个时期的话，应该是要不一样的数据啊。你要用一样的数据的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它在这个期间训练，然后用这个期间的数据去测试，这没什么意义，就是要不是这个期间的这个数据。这个期间不一样，然后也是一样，下载，然后清洗，然后这个，然后去加特别冷是加这个，然后去分开完了以后，分开完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数据呢，就是，其实这里边这一步没有什么太多意义，就是以后如果是要做预测的话，你这个价格已经有了，那我们就是一个缓存，这个意义不是很大。就是因为它数据也不一样，然后去选取这个模型，对吧？选取这个模型，然后选取这个模型以后，我们还是这个 advanced 这个模型，对吧？就是传过来这个模型名字 advanced 名字，然后初始化我们前面做的这个类，传的也是前面这个参数。然后去调用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库，调我们也是 Stable Baseline 3这样的一个库，然后去调它的这个模型评价方法。评价完了以后，我们接着因为这个接着去就是这个 Makeplot 这一块的话，就是把这个结果输出出来，结果输出出来，结果输出出来的时候呢。就用了一些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个，测试的这个情况，其实这两个是连续的，但是在一个这个方法里面写太多的话，就是这显得有点不太容易理解，不太容易理解，所以我们这里就是把它分开写的，分开写就是去把这个数据，就是训练的结果的数据。读出来，然后跟不同的这个结果去做比较，这里面的话，就是说，就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data 目录下面，除了这张图，除了这张图，这里面其实一个是我们训练模型的这个图，这个图，然后还有个就是说，我们就是光从一开始我们就买比特币，拿到后来。拿到这个最后，然后还有我们用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组合投资这种模型去做一个简单的组合投资的，这东西，光买比特币和买各种货币，就是均等的去买，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用这个神经网络去做这样的不停的去做交易，取得交，目前这个没有特别好的结果啊。它这个产生的那个，都是那种就是零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改善这个训练的方法，让它能够产生这个买卖，产生买卖，然后那个获得好的这个结果。我相信 AI 的话，就是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人，然后在这个交易方面，超过人也是指日可待的。把这个做好了，就可能。所以把这个做好了，就能
财富自由嘛。这个是，看看，这个最后呢，就是我们做了，最后就是把这个函数调起来，我们去，在这个 main 函数里面去写这个东西。main 函数里面有些参数啊，有些参数也是在这个里面重新定义的，重新定义的这些参数，就是我们这个里面可以看，就是训练的开始日期和终了日期。这是我是选，因为这个下面这个日期选的时间比较短，这个只下载了2个月的数据，然后就训练，然后测试用的数据是1个月的时间，这个里面可以做一些调整，可能后面需要不断的调整，反复去测试。这个是用其他库的时候，或者而且这个是用那个 Alpha 那个网站的数据的时候，所以是不用。Alpha 这个 Alpha CE 的这个网站，然后我们因为这个 data source 我们讲可以用这个 Yahoo 的和这个 GMO 的，然后期间的话可以用1分钟或者1天的，我们现在是用 GMO 1分钟的数据去做的这个测试，因为1天的用 Yahoo 的我们以前去做过，就是可能就是也能跑通，但是不一定很准啊，不一定很准，就这么一个。然后 advanced 的，我们选的这个模型是 advanced，就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这个，它这个里面也是就是分两步，分两步。然后这个前这是根据我们选的这个模型，选的这个模型，我们把这个参数给附上，生成这个参数。因为这个去调这个模型的方法的时候，需要这些各种各样的参数。各种各样的参数啊，这个，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初始化这个 CryptoWall 这个类，把这个方法使用的这个模型名称传进去，然后下面就是分两步，一个是训练模型，一个是评价模型，就是就 policy 评价，评价完了以后，预测的话，那我们一个模型，我们可以参照这个。评价这个东西，评价这个东西，我们去做这个预测的这个东西，预测以后，它也是把这个结果，就是操作结果打到这个 CSV 文件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东西把它解码出来，根据我们前制定的规则把它解码出来，然后解码出来以后，就拿这个方法去操作，就可以了，是这么一个总体的这个过程。这个里边的话，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吧，就是因为大部分前面已经讲过，这个类的话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理解，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络啊。